王坤千岁就是林松文起义的先锋王坤。电影未太平，王坤千岁竟然选一个牙尖最细医生来作伙。医生是要那牙百二斤的大官刀的。医生的结拜兄弟何人招？无任何吸者都无用的，大家搁将伊当作狗来驾驶。医生是要那医治兄弟的心病的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暗时7:30，细说台湾王坤千岁变神威。